Yahoo 该富人女人年纪超过，应该是感到很丢脸吧？规定就是规定，不是规定，怪别人不尊重自己，真是够了。他们的规定错了，叫我做错的吗？标准蠢货。常出国地下或上层的地下，他叫你叫我放地下，而不是上层的收纳空柜，而且规格不一样哈。连地下都不准，起飞前也会再上是吗？都没通知啊。